哎，记得弟弟都来这儿了。哎，今天想喝泥酒吧，我吃点儿的。有和面的，有蒸菜的，一会儿也没来人多。哎呀，成年也不来，来了可不能。人家弟弟还说来了，外头了都走来。哦，人家说在道上了，在那个外头了走来。我说开在镇上能叫你走没？就是，叫你走没？那个孩子家在。你贴的就是希望艳比跟这个爹说，交给你个爹贴吧，给你个爹贴好。那姑姑，伢自己那在都，伢都，伢是想说，我都这份了。啊，伢成个整这份吃的了，伢没见伢吃的啥了，伢都想吃啥了，伢给我说。啊。啊。脱盆呀，脱盆吧。不想吃，别往这送点儿。俺一听说又说走个孩儿吃，俺家不来了，俺家不跟家打电话来，俺家不过来，不过来了，俺娘说那你不往这儿搁。那老丁啥了，俺不过来，俺搁这儿。俺吃这个吗？今朝也不得。哦，俺吃这个，今儿你讲过啥的啥？你说这都说啥了？大叔，你说那玩意儿？哎，叔，你在这儿嘞。你过来吧，你来俺娘这儿来吧，俺娘你叫俺姐姐在这儿，等你过来吃饭嘞。来吧，舅舅。啊。来吧。过来，抱我家走来。你抱我家走来，咱你叫你上楼，你过来在这吃呀。我来。那在家里，俺就让亲戚让点在家给你叫，点点点啥用？你今晚就洗吧，过年了。俺娘，俺干能干得开。嗯。那都不是那个啥，可不是你都是那个那个那个都是错的。哦，那都是喝肉，喝肉。
喝这个嘛。叔，你喝啤酒还喝露露啊？喝啤酒喝啥？你吃饭的，那就不打眼角。快吃饭！